面生太阳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到巴黎一定要干嘛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要去看那个草泥马，对不对？抱抱泥马。草泥马，你们那边草泥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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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动物很可爱的，很可爱。但是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巴黎这么大。我们总不能那个走路这样子去看草泥马吧？你好贴心哦。对，巴黎很多那种出租脚踏车的，出租脚踏车。但是你要靠我们的双腿这样踩，不要说圣大哥的，连我都不想踩。让你们两位踩，那就是我们这个节目，包括我这个主持人太不人道了。对啊。我们等一下船，我们去找看有没有电动脚踏车。电动的。电动的。就我自己那一种吧，陈大哥 OK 吧？这 OK 够体贴吧？够体贴吧？可是你们没有想到预算的问题哦。预算不管了，我跟你讲，没问题。预算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。哦，把价钱谈到最便宜，杀价这回交给玉林哥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可以把价钱谈到最低。杀价一定是合情合理，以不坑人为原则。好，急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的。去看草泥马。现在我们要去租电动脚踏车 ，Go！ 来，赶快先问，这边就有一家了。哎呦，来，老板，老板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在卖那个吗？租啦。你们有在租那个电动脚踏车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马上走，快点，没有，下一家，没有，下一家，阿贝，看一下，你这边有那个吗？电动脚踏车可以租吗？啊，四家干部，四台哦，一家第几个？第几个？一家卡几个？第四个。阿伯，我没四啦，我没四个啦，我没一家第四个。有吗？干部？有啦。好，来讲，阮经费有限哦，卖太辛苦。对，那卡大的吼，将近300啦，啊，电动啊，将近500，一个小时500块啊。我们那是不止骑一个小时，怎么办？对啊，太贵了。玉林哥，你刚刚说你要如果没有办法骑一个小时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审计会的时候，玉林哥，我来骑。小妹啊，我跟他讲两个字，他就会答应。真的吗？两个字，真的，两个字他就会答应。来，干爹，干爹，请送我一百。哎，卖安尼啦，好啦，你500块赶快拿哦，阿麦赶紧喊时间呐。好啦，刚餐厅那种吃到饱嘛，他给我们骑到饱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是特别啦，今天特别优待观众朋友，下次来岛阿北，千万不要选我们说哦，立马被骑到饱，对，喜欢干爹他呢，除非你们愿意来叫他一声干爹。既然老板已经答应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赶快去找草泥马。那谁来骑？猜拳啊，猜输了去来，剪刀石头你去骑。剪刀石头，到底点在哪？小心哦，前面的。你走啊，小心哦。那你为什么要叫他来骑呢？因为他猜拳猜输了。来，刚刚猜拳你没看到吗？他输了。对啊，因为他剪刀石头布。因为我已经预测他要输了啦。哎，小姐，你还说你会骑？危险！我就说嘛。会。而且你穿裙子骑这个不是都是我。没了，关人，这个没了我们镜头吗？我想这个印证了一句话：女生开车、骑车还是三个字，不靠谱，不靠谱，不靠谱就让郭彦甫来好了。对，郭彦甫，今天骑在这个自行车道啊，我想到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毕生难忘的一个经验啊。我现在看到这个车道，就让我觉得有点害怕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。对，他是一个师资辈的，就是潘若迪老师，潘若迪是不是？有一次你以前不是常跟他骑车吗？不是，我跟他骑了一次之后，我后面不敢跟他骑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自己去买了一台很专业的那个脚踏车，然后叫我跟他一起骑，他叫我现场差点买，我想说我还是理智一点好了，我去租一台还好的车子跟他骑，骑还不到巴黎的时候，我的屁股快要分两半了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痛，不分两半的。就是会分更开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太痛了，没有专业的自行车骑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。我跟你讲啊，他常常约我们晚上骑，他夜骑，对他常常是不是说他能够那个什么通灵，他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。每次我们他连张卫忠老师的饭碗都要骑。每次我们晚上骑，然后也是在河滨公园，像这样有河对不对？对。他骑，他就说不要压过去，不要压过去。我说你干什么啦？我们就紧急吓到旁边的阿妈。不是，我们就紧急刹车。我们就紧急刹车，说为什么不要压过去？为什么？他说
他看到有人从河岸上面全身湿淋的爬过来，我们再骑过去的话，就会压过那个。有有有！太可怕了吧！然后呢，骑一个钟头吓我们五次，每次都叫我们不要压过去。真的。然后他那时候还没生小孩。哦，他就骑骑骑，拿上节目就有人说，哎，骑脚踏车哦，对生育是不利的，哦，因为会一直摩擦蛋蛋嘛。然后呢，如果硬要骑的话，硬要骑的时候把蛋蛋放在家里再出门，哎，也可以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去之后要降温，降温。他昨天才冲冷水嘛，他去一般都冲冷水，结果他去买那个大冰桶啊，他骑完脚踏车以后呢，回去呢冰白酒那个冰，对，把蛋蛋呢放在那个冰桶里面，冰镇蛋蛋。笨蛋！我跟你讲，他多变态！现在威威鲁，我带威鲁住他家隔壁。哦啊，然后呢，隔音比较差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有一次那个赖威鲁的那个闹钟响了，然后赖威鲁睡死了。结果哎，潘若迪住在隔壁的也听得到哦。那潘若迪啊，就传简讯给赖威鲁，赖威鲁当哔哔哔哔，闹钟声音听不到，他的手机的简讯也没听到，没有哔哔声他反正听到了。啊，然后一看，潘若迪说威鲁起床了哦。会比闹钟管用。哎哎，如果你在干什么？你如果是不是？你如果是女生，你看到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个暧昧简讯呢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大叔是变态？对啊，我们要约出去玩，叫我起床，你怎么没这样跟我讲？对呀，你就找他就说，如果是我还没起床，他就说起来了没？哎，你起来了没？哎，你看讲到他就有气。到了！好，下车，下车。哎呦，太阳好大哦！哇塞，不得了了！哎，老板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，我们要来拍照。来，跟草泥马是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去，好不好？赶快拍照，赶快，走，来，快！哇，这狗叫声好清脆哦。哇！听说这个骆驼是干嘛？守门者就对了。对，我们要守门员这一关才可以啊。他先抓下面这边，伸给骆驼，他开始吃，手放开就可以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不给他吃，他不会让我们过。他不会过。哎呦，哎，这个骆驼鸟好可爱。他几岁了？他四岁啊。哎，他自家放开，哎，四个人。孙大哥，喂骆驼，喂骆驼。好。好可爱哦。那骆驼的口水真的很臭吗？我口水非常的臭，但是更臭在后面，我们等下会。是什么？草泥马吗？对。那我们可以过了吧？给它吃完了之后。来，哎，真的就可以过，它头就会一直伸出来了。草泥马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，好可爱，而且它还有上面的睫毛膏，哎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一只是女的。是女生，她有化妆，那是男生，他就素颜了。所以，可以分辨女生跟男生是这样来分辨的吗？对，非常的刚好，他们这样子，这样一个比较漂亮，一个比较帅。哎，真的有差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媚哦！你看这个是有画眼线的，对啊，这个是男生素颜的，而且他还有染黑发。哎，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，我们要先赶快拍照先。上过电视的是这个吗？上过电视。对。对啊。来，孙大哥。1、2、3。有。有了，赶快上船！上船一下。哇！他们什么情况之下会吐口水？不开心的时候。对对。不开心的时候。羊驼唯一的一种攻击的武器。啊哈，那也蛮弱的嘛。唯一的武器就是臭的口水。对。好，我们的任务完成，我们也拍完照，我们也喂完草了。喂完了。那我们要结束了，要先离开了。哦。好，接走。其实我们这边呢是有结合餐厅的，我们要不要里面也吃个东西呢？都这样讲了，我们都不留吗？对啊，是不是？老板都这样讲了，老讲本来我们是要走的，但是因为肚子也其实也饿，对，老板这样讲，我们就留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往里面去哈。好，走，拜拜，草泥马，拜拜。哎，郑主播，刚刚我们不是去看羊驼吗？对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嗯，它的肉现在在这里。哦，没有啦，你不要吓人。那个不是，郑主播，你之前有养过动物吗？那以前呢，我去采访动物园，山动物园是，哎，动物园的这个园主啊，对，送了我一条狼犬，送我一条狼犬，很有面子，动物园就送你一条狼犬，那就等于是我们整个国家送你一只狗了。没有，他私人送的。讲话怎么会夸大呢？不是，因为那是我们公立的嘛，公立的动物园啊，他私人就等于是这样，狼犬，好棒啊，养了很久，那动物园园主还把我牵着跟那个老虎一起，
照相。那园长有没有老虎？老虎咋咋分不清楚？哎呦，你讲到老鼠的话，你也能接？我这最恨就是老鼠，哎呦，最怕也是老鼠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老鼠一般我们看到都是那种黑色的，对不对？真正可怕是那有一种浅咖啡色的。真的吗？浅咖啡色。别那么夸张了。小甜甜刚出道的时候怎么红的？但是有一次我找他到那个马场，我们玩游戏，马场里面有一个池子，然后呢，把马粪倒在池子里面，然后呢，然后小甜甜一个人呢要 PK 五个胖妞，哎，那个摔跤过程当中哦，然后因为人会这样子载浮载沉，那上面不是飘着马粪吗？小甜甜上一喝到水，连马粪一起就进去了，哎呀，第二天小甜甜啊就上厕所，那个上大号对不对？一拉出来，哎呦奇怪，人的粪便怎么会是草绿色的？吃马粪就拉马粪，第二天就把那些马粪又拉出来。我们家的贵宾狗，那个算是天纵英明，冬天很冷对不对？有一天我回家，奇怪他怎么没来迎接我？我心想说他应该是睡着了，因为他常常会睡我们房间嘛。我看到离奇的一幕嘛，我果然在我们房间。在我们床上，自己拿棉被当盖好，对，一个狗头都在外面，太可怕了。如果不是狗头是什么头？恐怕是你如果养乌龟就不一样了。对啊，养乌龟就不会是狗头啦。我们家点口感啊。养乌龟我也养过。小时候我爸在金门当兵，他从金门回来就带着乌龟给我们养，那我们就放在后院这样。爸爸就金门了。然后一天两天过后我们就忘了这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就三分钟热度嘛。我爸爸半年后从金门放假回来台湾，然后乌龟呢？乌龟啊，对哦，还有一只乌龟。然后我爸爸说你们真是的，然后就到后院去找，你知道吗？回来是我爸爸整个脸是绿色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气炸了，你爸知道吗？乌龟了吗？不是，他找到乌龟了。严格讲起来，不能讲找到乌龟了啊。他手上拿了一片龟壳，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小孩。你看，乌龟只剩下龟壳。我讲一下这个，我觉得它这个羊驼特色餐，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个牛腩饭，然后它白饭的部分把它弄得像那个羊驼那个造型。小朋友来这边吃，我觉得非常讨喜。那是哪个？你老婆怎么叫你？我们互相不叫，都是喂喂喂来喂去。喂来喂去。那然后再过几年，他就叫你老公，这样都是这样。我妈妈以前也尊敬我爸，都叫他老公。那以前的太太会叫老板哦，我们家老板怎么样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后来我妈妈久而久之啊，对我妈妈就失去尊敬了，那就是老高，老高，你赶紧做嘛，等来。OK， 这样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们买单吗？算一下多少钱？四个风味餐。好，来来来，走，买伴手礼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，做我的。哇，雨中漫步，你不觉得很浪漫吗？厉害厉害，非常有 feel。好，就到这里啦。哇，东西好多，好香啊！怎么了？东西那么多，要从哪里下手？其实说实在，通常我们到这种地方来，就是花钱会不眨眼，所以要先试试看看。对，那不要给人家试试太多，不要试太多，会惹人嫌。是，来。这个是什么？红豆，红豆，红豆，大红豆。错，要加还是要聊？红豆，红豆，来来看它，大红豆。太抓抓抓了！他被搞疯了。日式的，哦，那敢问这是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日式的长曲蜂蜜蛋糕。蜂蜜蛋糕。蜂蜜蛋糕。哦，好绵哦，好松绵哦。哎，他们这家厉害哦，这家。好酷哎！他为什么？他没有试试的。他说：“我们给他拆包来试试。”年轮蛋糕巧克力口味，你看。我跟你说，两位老师，其实我很怕甜，但是这个吃下去呢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甜。它不腻啊，而且它有巧克力的香味。有茶吗？来。好。确实是比高粱好喝。
哇！现在我们拿去做着凉。年轮蛋糕。年轮蛋糕是被誉为最难做的蛋糕。啊，那个师傅一直被关在里面，不会做造型。不会啊，不会。他会有人在外面骂他，他底都不知道。有时候了，会了。请问我们还有东西可以试吃吗？有啊。有，因为我们盖这边看就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个你们那个你们电梯子蛮节俭的啊，可你们穿的衣服都破洞都还不补。是是是。哦，这好吃哦，哎，这是雅典烧。那请问一下这边吃完还有哪里可以试吃？还有那边冰淇淋的地方可以都可以试。哇，还可以试吃啊！那边也可以。哇塞！懂得很多哎。更可怕的是咸金枣啦，咸金枣。 Salty Kunqua，是这样吗？Kunqua，不知道怎么念，你念给我听，你们一定不屑的样子。Kunqua，Kunqua，Kunqua是哪一国的语言？英文。英文。Kunqua是英文。感觉不太像是英文。他们会带小羊来这边吃这种浪漫的冰淇淋吗？比如说两个人点一球，你一口我一口。我就不是浪漫的人。对啊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到时常常带他去吃。